却知道没这个单位不太欢迎小气鬼，几十万的现金放在口袋不用回，今天晚上就算有家也不用回，八二年的拉菲生牛肉配上松露，你笑我是输我也不要恐惧，一条龙的炸弹请个名我都付，重新走几个一路翻到中小东路，年轻人的消费都往口袋上，黄总裁好谁蹲在角落将你往衣服踩踩，说你准你回家上家走才怪，秋色才起的台北带你尊敬的向你帮我开心的笑着拉财，没有角色才气的台湾带着纯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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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向你